啊，头一次在沙滩上发现小鹦鹉啊，就一只，我离它可近了，它竟然不动呢。啊，真没想到，好可爱，毛茸茸的大眼睛。应该是一种，猜不出来。小鸟太可爱了。那好老实，我离它就这么近，1米，小家伙还是一动不动，这个心理素质是可以了，估计这个叫声应该是它的父母。好可爱，头一次发现这种鸟，应该说头一次在沙滩上发现鸟窝。在前面呢，这个是鸟妈妈，看不太清。这还有一只，啊，好可爱。这俩窝离的哪去了？啊，这俩窝离的特别近。他来到这看小鸟的地方，没了，大概率是死了，因为是发水了，冲没了，应该是，因为那个小鸟特别小，还不会飞。